就冇特登，即系冇预备音乐会会扫机嘅，系啦，咁啊，但系都希望喺可以喺个音乐会之前，尽量 keep 住最好嘅状态啦，即系起码唔好肥啦，唔好俾人影到有肚腩啦，系啊。其实咧，好不幸地，我哋暂时都未能够有一次成功 rehearsal 到，因为咧之前有一次约好咗同嘉豪会练习嘅，咁但系当时就因为打风嘅原因咧，系啦，咁就所以就将嗰个排练就延迟咗咯，系啊，咁但系我相信冇问题嘅，系啊，我哋应该会 handle 得到嘅。咁一定都唔少都会紧张嘅，当然嗰度会吸收个经验啦，即系喺节目嘅时候，咁但系一定会紧张，因为话晒都系第一个我出嘅大型啲嘅 show 啦，咁所以其实都要谨慎好多啦，系啊，而且今次系四面台啊，我哋咁所以更加会难 handle 啲，咁所以希望可以快啲有时间可以我去踩个台适应下，睇下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啊，系啊。